此刻也让我们掌声祝贺聪明制药产业化项目正式开工。聪明制药项目泰丰建设不仅为泰桑市生物医药产业园建成泰丰药股增值助能，同时也标志着聪明制药苏州有限公司从此迈向新的发展台阶。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泰桑市生物医药产业园规划发布会暨省重大项目聪明制药开工仪式到此圆满的结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莅临，谢谢各位。 稍后请大家移步至润溪酒店共用午餐，感谢各位，谢谢。 Yeah.